现在去年有什么风采到来，是这都工作的家事。在去年下半年起始就贵神神的，还是一公斤来到八公元按贵哟。所以一度从工作的农民，风采过后上菜起中。不过前几年嘞，就有农粮署的官员估算讲，两年嘞也工作家事，恐怕会跌太价。所以南埔工作一礼拜内，家事就跌得一般般嘞。伊都从工作的农民，加加起过含没意识的工作，因蛤蟆工业不应该轻彩共发，没乱睇的失聪的机制。今年的啦，农民辛辛苦呢，做白干阿尼咯。看到帮别位工作农民批评政府完全唔管农民，现在先前农农署官员批讲工作家私为第六年的跌台价讲法，天天就是到工作身体价对本单一公斤五十六美元，跌到剩二十美元。五十三嘛，一下落个二十都贴离谱哎，对冇？现在农民都用生存咯，种嘛个都多嘛个阿个，还能一年辛辛苦苦来种工作，咩都成本都冇啦。农民讲，强制外庄叫张业，张飞开发，黑工把风采做到安辛苦，就做清落反祖同的。一下电到强制如何管理？强制家私杀跌到一公斤二十美元，根本就是撩钱来卖。哎，你说就是何分何分啦？哎，抢你弄撩工钱的啦？哎，买盾呢？一把，哎，羊哎，皮料乖乖。强照潘总讲，当年外电到扮演的家下，屏东同中埔强照同时有好关，家私将会快速落价。不过一下现在农农所官员讲，两年内会落台价讲法，坏农民抢定习惯，强照将会按照就跌到无价。下个新闻陈文林，屏东报道。